天师执位是 TVB 1984年制作的古装劇集，由翁美玲、苗侨伟及刘丹主演，有请邓紫峰及 Show Good 乐队为大家演唱《谁可改变》。说出今生不爱你，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，情切是你痴痴相恋，将心中爱恋为我眷，如今我竟将心意转，那份爱恋没有尽，没有缘，轮到你不抽不采，心中的爱恋尽化烟，求可改变。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恋，但见遍你回头也倦，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，情逝去不再留半点，谁可以将光阴倒转，再让往日浮现眼前，能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恋为你献，谁可改变。不抽不采，心中的爱恋尽化烟，能否改变？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恋，但偏偏你回头也倦，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，情逝去不再留半点，谁可以将光阴倒转，再让往日浮现眼前，能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恋为你献，谁可改变。Thank you, Show Good Band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呢一首呢誰可改變係電視劇天師執位，應該係80年代初一套好受歡迎嘅電視劇。咁今次我哋唱嘅係一啲電視劇嘅主題曲。咁希望呢首歌呢可以為至愛嘅善長帶嚟一點一點嘅回憶。多謝你哋。